独离开璀璨的黑夜，谁存在谁崩坏，身手不凡少年的世界，你归来又离开，心念人间这夜，爱恨过往消散，最后谁两鬓斑白，曾经沧海等待，长夜路漫漫漫漫走，慢慢停留，慢慢医学专家，研究细菌的专家。我进市呢，没什么本事，也就能打听点新闻旧事儿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两件事情。一，金系密宝。二，何洛石。一，我早就被师父逐出师门了，更别提密宝了。二，这何洛石就在你们灵城老巢啊，你们这么牛的雅信会就找不着，指望我这一烂泥？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我既然把你请过来，就已经把你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了。我们能开门见山吗？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嘛。嗯，何洛石是你们金家的祖先打造的，在这个世界上见过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少，但是你们金家的子孙无论如何也能分辨出他的真假。我可不想重蹈24年前的覆辙，我要找到真的何洛石。还有松井夫人不是给你下了金蚕虫吗？就凭这个你不也得找到她呀？哼，你还真的什么都知道啊。灵城就这么大个地儿，到处都是我的耳目，更何况是雅信呢。区区的金蚕虫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掉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我给你下毒呢？给你来一针我们最新发明的细菌试验品，到那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了。那个时候你会好难过好难过，那个时候你会死无全尸的。你要想真正的何老师，必须去千重祭坛，否则别无他法。这不就对了吗？重族那几个孩子已经到了灵城，我还得需要你帮我把他们的秘宝全部都给我拿过来。金素梅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但是打开重族宝藏之门只能是我风尘俊一个人。哟，你真厉害啊。不是你这么厉害你们自己上啊，你们一个个全都盯着我。
行，早晚横竖都是死。我告诉你，那帮无锡的孩子都不是傻子，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。野鱼上钩不难，别到最后自投罗网了。我极力的协助你，整个雅信也会协助你。那就先把这帮孩子的地址跟动向告诉我，我不招呼你们，你别插手。成交。挺好的。你看这儿，我这儿起了大片疹子。这在哪儿呢？这儿。救您出来。
释放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草尸，就没法得到重组宝藏。师父，师父，这些以后再说，我先把您救出来。子午，孩子，你听师父说，你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，为了护宝，为了重组，师父要让你成为新的人造师。我看他其实挺亲切的，而且我们说好了要去雅信参观，人家半点推辞的意思都没有。哎，你当时在雅信会有没有见过这个叫什么？忘了那名字了，只知道姓金。不过没事儿，总有机会问的。咱们若是一上来就问太多，怕是会起疑心。雅信会长期处于三分天下，一个是你们知道的李氏松井上元，一个是阴阳道少主风尘俊，他是个医学狂魔，雅信制药一切技术支持全部都靠他。还有一位就是主管药庄的金老板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叫金素梅。他们三个都觊觎会长之位，大家都明白谁拥有了重组宝藏，未来的雅信就在谁的手中。你说你啊，跟人家唠那么半天，都要去人家那儿参观了，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。你们下次还得这样，不管什么情况下，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听没听见啊？嗯，谢谢潘哥哥关心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就这样。接下来，我跟淼淼继续去薛家部落寻找何洛石还有金顺的下落。之后呢，你们继续去雅信会打探打探消息。就不能咱俩一起吗？不能。客房服。啊，给大家送点水果。金顺。我二爷爷去抚州山之前一直惦记着你，特地让燕莹去燕之巷给你送信，可你呢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五系说好了要同行，凭什么你自己先走？我来找你们说事儿了。哎，行，吃水果。你这浪费了，你这来吃水果。既然你主动出现，想必已经找到何洛石了吧。我来找你们帮忙的，我一个人办不了这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，风尘俊想弄死你们。哎，都知道他是谁吧？他是铁了心的想打开这重组宝藏。啊，我不存在帮谁啊。今儿你石淼淼给我解了这金蝉虫，明儿他就给我来一针，我想跑也跑不了。我呢，就一烂人，哼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怎么着都是重组，所以我来给你们提个醒儿。薛家聚落、千重祭坛、河洛二石必定在那。如果你们不想让重组宝藏落入旁人之手，咱们祭坛见吧。你这招引蛇出洞，未免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！不是，我刚才还夸你聪明呢，你这……不是你带着他，你去看看大夫。招你吗？您是金顺师兄？是。
金乌一徒弟。嗯。我们金鸡还有这么好看的一身小美女，你看这。我叫段小娥，是师父金无意的关门弟子。段，师父没让你改名姓金啊？师父对你啊是真好啊，对我，嘿，客房服务结束了啊，千重祭坛的地图你们需要。雅兴辉这地方我不宜久留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对了，照顾好我家师妹。咋了？他们不还是要跟金老板去雅兴吗？现在重要的是千重祭坛，与其去雅兴会打探那些不确定的消息，还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呢。那咱现在怎么办？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主意吗？非得什么事都问石淼淼。我们本来就要去薛家聚落，不如一路打听，一路去千重祭坛，所有人都一起，以免走散。你们看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。不过就像金顺说的，风尘郡一定会有埋伏。重族宝藏有太多人虎视眈眈。你们想清楚了，这一路，我们一定是凶多吉少，甚至有去无回。你能别说的就像你自己了解局势、有勇有谋的样子吗？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同生共死。这些事我们心里自然清楚。嗯，水、干粮、各类武器、火折子、跌打损伤药、烟雾剂、致幻剂，我随口说的这些，你都准备了吗？薛氏一族擅长什么武器，又擅长什么虫术，你又了解吗？他们现在的大祭司长老都是谁？姓什么名什么？为什么对我们武系如此仇视？难道你们口口声声说的自知潜入凶险，就只是随口说说的？什么都不准备，那就是去送死。听见没？都准备啊！还有，各系秘宝，务必随身携带。等到了薛家聚落。他们紧盯的不仅是河洛石，还有各系秘宝，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。嗯，
怎么样了？是那个金巡，冯神博士的命令，把重组后人引到了千重祭坛。你下去吧。但这风尘君明明知道薛家与吴曦不和，明明知道燕英和燕雨，为什么把他们引到千重祭坛？老板，这薛家到底是什么人啊？ 薛家奉行重组祖训，世代守护河洛石，但是他们性格古怪，与武熙甚少来往，大概是12年前吧。欧阳嫣雷和潘颖轩再闯八门山，于是薛家便认为木火两系是觊觎宝藏的重组叛徒，对他们恨之入骨。如今， 这群孩子再上祭坛，只能是凶多吉少。可是我觉得风尘先生做的没错呀，我们何不借薛家之手，把重组的后人一网打尽？不行，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就是重组宝藏吗？不行，老板，你先坐下休息。 进去吧。 找金老板帮忙吧。也对，反正不管找谁，燕英肯定会来救我们。咱继续往前走吧。 您喝点热水，好久没见您生那么大的气了。您注意身体啊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双儿女，女儿
比儿子大一岁，我出生在官宦世家，远嫁到巴松的祸兮欧阳家，这本该是他们成族无比荣耀的事情，没想到24年前欧阳雷云却对我施以千重噬骨之毒。千重噬骨之毒，所以您的药不是治您心悸的药。要不是雅欣会用药维持着我的生命，我早就死了千百回了。抚州山，你要放他们一条生路。自从我在松下那儿听说破阵曲，我便猜到了，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远离巴松来到临城。那天我亲耳听他们说，他们是来找爹娘的，我在想，这是天意吧。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搅在这个局里面，我有点担心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雅欣会抢夺重组宝藏的所有行径都和你有关，他们该不会……我不管，我既要母子团聚，又要抱着血海深仇，欧阳家欠我的，我都要拿回来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燕音，在抚州山追杀我们的人是你。潘叔、金伯父都死在了抚州山，你知不知道？在你不在的20多年里，在我和我姐姐没有娘的20多年里，都是二爷爷带着我们玩，陪我们练武，给我们好吃的。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是我娘，同时也是杀了我二爷爷的人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我和我姐姐差点死在了抚州山，你知道吗？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抚州山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前辈，这一切都和你有关系。燕英，你娘她是有苦衷的。我娘，你不配。再说一遍，你不配。你出去。这是你爹当年送我的礼物。我出身名门望族，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。
我却爱上了虫族之人。我忍受了无数人的嘲讽，忍受了父亲的斥责，我放弃了家族的荣耀，远嫁到巴索。我和你爹恩爱有加，相敬如宾。在古语那天，我们生下了你姐姐，而你我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认出了你。欧阳家现在有这么多的财富，这么多的产业，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靠的是我死去的父亲。你爷爷跟你说过这些吗？你爷爷还记得这些吗？24年前，我父亲因一缘机会得到了一块落石，他受命押解虫族去八门山。后来的事情你应该听说过很多次，大家只知道石石玉在那天疯魔之死，可有没有人想过，我父亲也是在那天死在了八门山。我父亲一死，你爷爷便将这所有的错都怪罪在我身上。在千重祭坛，他对我施以千重噬骨之毒。受刑的时候，我疯狂地叫着你们的名字，叫着你爹的名字。你爷爷呢？你爷爷就是这么狠心，深深地拆散了我们骨肉。要不是雅欣慧用药吊着我，我早就断气了。在东瀛的海边，我每天晚上都会朝着巴松的方向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们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跟你们团聚的日子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相认会是如此这般亲切。前面好像是祭坛，没错，这就是薛家祭坛。你们老祖宗为什么要把祭坛放在这种地方？两个人，没有
什么声音？是这个铃声，它会让人产生幻觉。快捂住耳朵！我爷爷说过，声音也能杀人。虫族声震会使人恐惧，产生幻觉，癫狂不安。就像我们火星用笛子驯兽一样，你刚才就是被风铃声控制了。他能够使用虫族声震，这个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。行吧，那我们去前面看看。大祭司，要不要我们带人？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瑶光、开阳，这是北斗七星。这不光北斗七星，还有天府、七杀、南斗六星。这些不都是虫子吗？你们怎么还看出星辰图了？见没见过世面？咱们先祖记录星象图都是用的虫子。啊！你们看那儿，那是葫芦石吗？真的是葫芦石啊。大家别动，你看那什么虫子。这是极地冰虫，虫族就是用它来执行天虫食腐之刑。人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跑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吧？我们也没事。既然大家都安全，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吧。燕英若是找来了，找不到我们该着急了。可我们也不能往回走啊，祭坛那边都是虫子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你们找到机关了，我们在这边也找找。好。大祭司有请。距离破碎中遗下的遗忘，
殊不知情到深处也未央，有一有梦一场，依然在身旁。向往，与向往，人不在身旁，心在想。笛声远，人何妨？无需想，无需想。任天之大淡去那忧伤。我愿在这悠悠山谷里闻那笛声悠长，风起中弥漫旧人百草香。若红尘不思量，依然回头望。下的遗忘，殊不知情到深处。